你只要喜欢的就买，爷爷刷卡，有直升机，直升机，乐高恐龙。哦，弟弟买的那个感觉很贵哦。哦，那个包装太好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。啊？完蛋了。时间多久啊？怎么那么久？怎么那么久？好。两个兄弟要听爷爷讲规则哦，弟弟不能跟着哥哥走，个人买个人喜欢的，什么东西都没有限制哦，你只要喜欢的就买，爷爷刷卡，计时开始 ，Go！ 跑、哦、又跑的又跑的，哦，再跑的太跑了，钱拿钱拿。好，Go Go！还有哥哥有什么想买的吗？他完全不理我。直升机，直升机，乐高恐龙，哎，这他都不为所动哎。他看见去我好爽哦。百五。对啊，哦，太棒了！现在爷爷已经确定你是个不贪心的人。宝可梦，宝可梦，哦哇，拿了一个宝可梦。你有那只、啊？对。你不要拖你，不要拖你的时间。这个给他。哇！耶！我要这个。啊！Hello, hello, it's the sand, it's the sand. 加油，加油！你要两个，你尽量买。来哦，哥哥，你看你还是空的哦。来，哦，弟弟买了那个感觉很贵哦。哦哦，那个包装太好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。哎、欸，一车满满的。哇，时间多久啊？怎么那么久？怎么那么久？过了4分钟。啊，才4分钟哦。今天我就在享受天伦之乐，带着孙子逛玩具反斗城。叫做施比受更为有趣。对，而且你看，我是要帮他推车，他对那种小的玩具兴趣很大。不要考虑，对，拿。你要养狗？你喜欢猫咪吗？确定啊，不要硬买哦。二十秒，哥哥二十秒喽。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哥哥，快快快，最少再拿一个吧。爷爷替你，赶快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时间到。我觉得弟弟赢。英雄所见略同。对。来，弟弟的第一。来，第二车。弟弟。对。你还有一个东西搬不动。What is that？ 妈呀！我、哦、这很重哎、欸，这个很重哎、欸，这个要叫他们来拿。对，这个有点重。我们记下来，我们记下来。下一站，弟弟，你的哥哥呢 ？Oh my god！ 弟弟，你太凶了。来啊，哥哥哦，计价开始。哦，1、2、3。我说我输在1095啊。哇，这遥控车看起来太帅了吧。一共多少？2550。你为什么故意要发音不清楚？那弟弟还没讲啊。弟弟，谢谢。弟弟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是黄子佼，我们是动力火车。这是你最爱的老乡大渊，我是威廉，我是陈世安，我们是机智男孩，家有喜事，我是威廉，我们是 WOFACE 五千奇。想知道我的最新消息，只要点开 TVBS 娱乐头条的 LINE 官方账号，别想看穿我，除非你加入 TVBS 娱乐头条官方 LINE 账号，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我，赶快搜寻加入娱乐头条 LINE 官方账号 ，LINE 官方账号就是我们和你的任意门，从此我就要一直 LINE 着。从此我们就一直把我的一举一动看光光，所有精彩独家的娱乐新闻随时 LINE 给你，加起来怎么弄？